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刚才有时间，就是有机会去了那个云林哈。那我跟我先生，我先刚好陪我到这里，然后他待会会来接我。那我们都是没有到过云林的啦。那嘉义也大家都是去阿里山的时候路经而已，对嘉义本身几乎是没印象的嘛。那就觉得很荣幸啊。那我们把这次虽然是叫环岛汇合旅。汇合演讲之旅哦，那其实也算是我们的蜜月之旅啦。这样才不会太赶口，不然你去讲到这个汇合事情，实在是都太感叹了，又很无奈，又很愤怒哦。那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在这种地方发生哦？那我其实站，我不是站着是不会说话的，所以我还是站起来啊、哦。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当然那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在。在三一之前哦，几乎是我觉得我已经是2004年哦。有没有人知道我当过《中国时报》特派员？我当了，就是我在《中国时报》工作了25年，先是在台湾的跑国会的政治记者，然后到日本去20几年哦。那我2004年从日本从《中国时报》退休，我还领了退休金。你看我是多资深的人哦。那之后我就吃喝玩乐，然后我就写我的吃喝玩乐，然后又把就是说跟所有朋友就是去分享我的吃喝玩乐，所以是我过的是蛮清闲的日子哦。可是三一之后，就是说这3年来我就做了超出我人生预算的许多事情哦。那这件事情就还是因为何在改变了我哦，才会被人家说我变成从那个情色女王变成反核女王。那我本来完全没有打算做这种事情哦，但我觉得最好大家不需要做，那社会最好是和平很没事，让你不要做。可是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可怕的经验，哎，就算是大家你才知道，就说不管是核电这种东西，它在核在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它都是会掩盖，它完全是在黑盒子。到现在为止，日本也是掩盖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哦。那你就不是有人好好去把它就是慢慢说哦，就是华人世界，中国世界，不管香港或是台湾哦，甚至中国哦。我本来今年他们香港也邀请我去当他们的那个 main speaker， 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想留我要把我的时间留给台湾哈、哦，那我今年就没去，前年我就有去哦，那我去了又赶回台湾这样。那因为大家都对就是核电本质是比较不知道，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哦，就是台湾几乎没有，就是我完全发生之后，我就看到台湾。就是都没有关于那个核电的书嘛、哦、所以我就很紧张。那我自己那时候写了一本《日本现在进行时代》，一半是在写核灾的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本叫做那年七月二零一零零年七月，我就还写了一本叫做核电员工的最后告白。然后后来又写了3本书，等一下再就一共写了5本书跟500多篇文章哦。那拼命我到现在为止大概连广播电视或是演讲，大概已经也讲了200场以上哦。那我本来是几年才会来台湾一次，可是最近我大概一年都回来好几次。那就是我觉得实在是太心烈，我们一定要跑在灾难前面，整个汇合是跟时间在竞赛。像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在这边还算很温馨，然后还可以笑得出来的，就是聚在一起哦，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发生核灾以后，你就真的什么都会失去哦。那我觉得很担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说要福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福克西玛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核灾的代名词。那你要是发生核灾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当台湾人了、哦、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因为他们国际上不会说这是新北核灾，不会说这是屏东核灾哦，而会说这个是台湾核灾，台湾就会变成核灾代名词。那像我自己离开台湾30几年哦，住在日本30几年，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很高兴说 I'm from Taiwan， 对于自己身为台湾人为傲。可是要是台湾变成就是发生核灾以后，你不要说你根本没有办法逃出去，要是你有钱有势，你有办法逃出去，你也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当台湾人。因为你跟人家说台湾人，人家不敢跟你结婚生子，你的就业就学等等都会有问题。
你正好待会去偷偷学学广东话，说自己是香港人算了，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当台湾人，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你要把这个秘密偷偷隐藏自己的身份哦，就像现在的辅导人一样，他就算是离开，那你知道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辅导还有多少人在躲核辐射呢？在躲就是说还在逃命呢？他们还有三十几万人呢，政府有贴补的，到现在也还15万多人哦。要是发生在台湾的话，更不要说啊，政府根本没什么贴补啊。就算核子出事，政府也是每个人只能按照我们的核子事故法，他最高是赔42亿哦，那全台湾每个人可以赔到可以领到182块台币啊，所以你根本是你是完全是无救的啊。然后你知道福岛的那个30公里的逃命圈啊，它是那个发生了14万人。可是你知道台湾就是北部三个核电厂核一核二核四，它的30公里圈它是650万人哎，你怎么跑呢？就说我后来问过很多朋友，他说怎么跑呢？跳海好了啦，就只能跳海哦，就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不过这个海不是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就说因为发生核灾不是只有三十公里圈有问题，你知道福岛不是大概知道在座有带小朋友来，就或是你们自己有很多人，因为我自己是跟小孩一起看宫崎骏的那个动漫的啦，那很多朋友跟我说，哎，没有啊，我自己就是靠宫崎骏动漫长大，是跟我差一代的人很多。那宫崎骏我也访问过他，到现在为止灾后也是哦，那他都说就是福岛是应该放空的，整个福岛是污染非常严重，他已经根本是跟车老比禁止进入的灾区是一样，可是现在还有是就小孩子也还20几万在里面生活，你说是不是太恐怖？不，那有办法，要是家里有幼儿的，大家有能力的，大家都跑掉了，所以现在政府贴补的是10几万人，然后15万人，灾后瞬间是16万人。那有些人他可能过世或是离开，或是有些太老的，他就觉得算了，我再张罗回去住算了，我离开我没有办法过日子哦。那另外有就是还有就说有那个10几万人是自费，10几20万人是自费跑掉，所以现在还30几万人在躲。那它不是只有三十公里圈，因为政府贴补的就是30公里圈而已。另外还有他们在北边有40公里圈，有一个叫饭馆村，它是原来是日本的香格里拉，是最漂亮最漂亮的地方哈。可是那边也是非常污染严重，所以就是被强也是全部都强制迁移哦，整个村缺空了。然后这样是贴补16万人，可是它真的不是只有30公里圈哦，它因为风向跟地形不同，所以就是离那个福岛核一厂哦，那个60公里到80公里的有两个城市哦，都是人口最多，一个就是福岛县政府所在的叫做福岛市哦，那边的污染也不会输给30公里圈。另外还有一个新兴工业城也是人口最多的，它是叫郡山市，它的污染也没有输给那个就是不输给30公里圈，所以那像那种地区有点办法人就跑掉，剩下无力没有办法跑掉人还是很多，所以很多妈妈说政府是叫我在这个地方把我的小孩杀死哦。那市场当然问题很严重，那我自己哈也是在那个距离福岛核一我拿下，直接坐在地上，所以你跟作者面对面。这是我出的第三本书。对，我自己在距离福岛核一80公里的地方哈，那我一个很漂亮的别墅也是投下台币几千万啊。那它是前面有一个30平的房子，后面还有一个70平很大房子。那我有70万，我有那个10万册的藏书在里面，还有2000多件我自己收集的陶瓷作品哦，也都在那里面。可是现在我没办法回去，因为它辐射剂量是我东京家的数十几倍嘛。那很多朋友都说，哎，恭喜你，你可以300年后你可以回去用。所以它其实等于实际上是资产归零了，但我们没办法卖掉它，可是我们又没办法去用它。那有很多人说你这资产归零是骗人的，你卖给我好了，我可以买哦。就说很多永和的人还会在网上喊话，可是那事实上是没办法回去，除非你觉悟。我打算等我70、80岁，虽然我现在已经很老了，可是我想等个老一点，我还活着的话，我再回去用，所以是非常悲哀。而且不是只有80公里圈哦，你知道，而美国是规定80公里圈，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对妇女或是儿童
福岛的80公里圈，他不让劝告美国人不要接近啊、哦。那妇女跟儿童到现在为止还没解禁，然后另外200公里外的千叶，哦，千叶大家去那个迪士尼玩，东京迪士尼，它那就是千叶县，那边旁边有两个人口比较多高级的地区，一个叫博士，中国常见的博，另外一个叫做那个硫山市，它的辐射污染也没有输给那个，就说30公里避难圈，那边像博士的小孩都那时候也是都全部都流鼻血，很严重，所以博士的市长就宣布要全市都要除去辐射污染，看到200公里外都是这个样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种好像一个社会运动家？我从来没有打算，我不是那么有理想的人，所以从来也没打算做这个事情哦。那因为我在发生核灾哦，就你可以发现政府就很少说真话哦。因为311不是就发生了那个地震啊，然后大地震，然后福岛核一就断水哦，断电。那到半夜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这事很严重哦，那个核电厂出事了，就已经断水断电。所以日本在半夜开始哦，日本电视之后几天全部都24小时都是面对着福岛核一厂哦。那在312的下午3点哦，全日本人都看到那个一号机哦，福岛核一的一号机它爆掉，轻爆了。那个稍微有点核电常识或是的人都知道，你过了几个小时哦，4-5个小时，断水断电，当然会有炉心会开始熔毁嘛。可是你知道日本它炉心熔毁，然后完好就是轻爆。那过了那个差不多一天呢、啊，它刚好就是发生轻爆。那这大家都说这是轻爆，那我们去看很多外国专家或是日本的有良心的核工专家，他们也出来发言，认为这是已经熔毁或轻爆。可是日本政府就说这不是，然后被常年被那个核电前养的那种学者，他们就开始说谎。像东大有一个教授，他就在 NHK 上说，哎，没有没有，这不是轻爆，这是因为反应炉原本就有一个活弹叫做爆炸弹，我们是故意开的哦。然后反应炉当然没有什么爆炸弹哦，可是他就说这不是，而且政府还出来说，你说轻爆的人是危言耸听。但你知道，一直到下午5-6点的时候，官房长官就过了3个钟头以后，官房长官才出来承认说啊，这个是轻爆，是炉心开始熔毁。然后坚持人当时的手下，他是到了晚上8点，他才出来承认哦，说这是轻爆，那核灾已经发生了，这样才说这样是。那你看中间已经差了好几个小时了嘛，那其实也是要是更大的一个爆炸，因为它其实你知道福岛核灾还算是一个天大幸运，其实它现在已经完全是规模，欧美专家都认为是超过车诺比的哦。那其实日本专家看也是至少是已经早就是车诺比的一半，然后1/3，就说那个散发出的辐射物质是已经都不会输给车诺比。可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天大幸运，就是它的那个燃料棒有插进去，就是因为而不是燃料棒，控制棒有插进去，所以它有停机成功。要是停机不成功的话，就更严重，就会跟车诺比一样，它爆掉都整个炉都爆掉不奇怪，发生一个大核爆都不奇怪。那还好，就是它的控制棒有插入有成功嘛，那就这天大幸运。可是你看，它要是一个大爆炸，政府又都不说几个小时，不说你要逃命都来不及。对，我们就觉得很可怕。后来我们开始就是，大家很多人可能知道，我们在灾后，我们全家有曾经逃到大阪去9天哦，那就是因为看这消息觉得很不安心。然后3月13号又有一次更大的爆炸。那我那个已经说14号开始，就那个东京会有很多的那个辐射层进来。那的确就说那几天哦，就是其后我们跑到东京，跑到大阪去9天嘛。那果然就是那几天哦，就那一个礼拜多10天的东京的辐射层，就是辐射剂量大概是平时的数倍到数十倍。那我想在座各位有一点点印象，一个叫辐射奶粉含色奶粉的事情，那销毁了几十罐啊、哦。那你知道那销毁了那几十罐就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人知道蜡笔小新的故乡在哪里？蜡笔小新的家乡是他的家，就是在崎玉县的春日部市。那他也是跟我东京的家一样，我们东京的家是离东京250公里哦，离那个福岛核一。那个崎玉县的春日部市也是离那个福岛核一也是200多公里。那他就
就是那个奶粉工厂哦，就是因为开奶粉要干燥，他就开窗生产，哦，就开窗生产的那一个礼拜，奶粉全部都报销，都含色，你看有多严重。所以像我们长期在日本，每天吃的东西都还是有一些辐射污染或吸的空气多少有一些，所以就是说我们那几天没有吸到大量的辐射层哦，我们算是蛮补的。然后我们觉得，就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庆幸我们那时候有跑掉哦。就至少就是说，以后要是发生什么身体有什么异样，我们就不会，不就比较不会才说，大概是那几天没跑掉。但我们也让小孩跑掉，可是就是我们跑到500公里外的大阪去，离东京，所以你看我是跑了多久？跑750公里外的大阪去。那我是那一次才发现说，哇，那台湾的话，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哪有地方可以跑？台湾南北就是300-400公里的地方，你怎么跑呢？没有地方跑啊。那所以我才会觉得回头看台湾的核电厂。那在那之前嘛，因为我已经离开台湾30几年了嘛。那虽然我是新闻工作者，可是就对于除了我是国中第一届哦，其实不大想说，因为那时候是正好几岁嘛。那第一届我们背过十大建设里面哦，核能发电厂以外，我对核外完全没印象。可是在后为什么会写这么？他说那也里面有很，就是我跑去我才觉得说，哎，那台湾要怎么办哦？那觉得核灾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哦。那才开始回头看台湾核电，知道台湾核电是很恐怖的哦。因为你知道发生核灾，日本人在这次福岛核灾学了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你不能相信专家，那个核工专家他们懂得真的太有限啊，他们又藐视辐射伤害啦，然后又不懂天灾地变，也不懂营造工程哦，然后他们更不懂得怎么样去救灾，他们完全，他们只是知道核分裂如何有效的核分裂以外，他们本身太有限了。然后知道那台电那些人，我跟他们对面的时候，我会算耐震系数，他们不会算，他少一个零他都不知道，非常非常恐怖，所以完全不能相信。然后最可怕就是我们看到东京，就是最那个日本的情形就是最明显哦。你知道他们那好啊，你那个一个印度里面缺水啊，那叫灌水啦、啊。那灌水怎么办呢？就是那就要想办法去灌水。那你就看他们怎么样灌水了，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一个那个直升机载着一桶水，然后就去灌。然后你看到直升机在风里面摇摇摆摆啊，怎么样都灌不进去。后来终于倒进去了，就但没倒到啊，没倒到，全日本人就在镜头前说啊，这样子好像掉娃娃，没有掉到一样啊，那真的好可笑。后来太激动，太激动了。动作太大了，然后你知道看他第二个，他想一个方法怎么样去灌水呢？他就开出震爆车来，然后震爆车是那种对那个学生运动，然后是那种异议分子哦，他就只能打到那种100公分、150公分那么高，都当然灌不进去啊。后来又搞了好几天，终于开了云霄消防车来，才终于灌进去哦。当然那时候你在云霄消防车的那个水量是有限，像他全日本的那个云霄消防车都集中到那个福岛去哦，因为他要一直接力嘛，你知道？就是那我们就觉得这真的好野，就是根本很荒谬，就是完全都不知道。那我先生哦，当他带，等一下他刚好也来，我再请他跟大家打招呼哦。他叫做王明晚，他是下围棋的嘛哦。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出国比较晚，所以沈君山很喜欢他，就带着他去四处上电视啊，或者是去那个清大哪里玩哦，跟他下棋。然后他就去看过清大原子炉，趴在那边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趴在那边看过原子炉。所以他跑到日本去的时候，他就读了蛮多关于核电的书。可是他觉得就是说，哎呀，那个他也知道，就是说看读了书你就知道。知道哦，那个核电是人类不能玩的东西，它会跑出故障，就是人类史上没有那种要百万年才要毒化的那种怪物，那它真的是不能玩。可是我们总是觉得说，哎，你反正你在这个环境你也没办法去想，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你发生事情，专家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做。那你看到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专家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的程度到什么呢？他们，你知道日本在现在他们改组了，叫做原管会，可是以前他们叫做原子呢，委员会跟我们一样哦。那他们的头头叫原子会主委嘛啊、哦，他们是一个叫班木春树啊、哦，不是村上春树啊、哦，是班木春树啊、哦。然后他是那个，就是说他也身兼东京大学的核工的那个教授，他是日本的头子，是日本核工最权威的人哦。那你知道怎样？他说不可能，不可能如新龙回啊。
不可能清报。那他就在三一二，我刚才说啊，三一二下午三点清报，他三一二下午三点的前几个小时，就带着兼职人搭了直升机去福岛核一市场，他只差三四个小时，他自己就先被爆掉了。所以你看他的无知的程度到这种程度，你稍微有点常识就觉得不可能这样。所以那个最大的经验就是说，如果那边有一个雪人峭壁哦，那专家说那很安全，叫你跳下去，你一定不要跳下去。这个人的本人是最可靠，不要相信那种专家，他们懂得非常窄，非常窄。真的很小，大部分事情他们真的是都是错很多，因为在这三年来跟他们搞了好很多次，他们真的是太无知、太恐怖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到四月的时候，他们有一股有刚子有一股水哦，就是很大一个水，就是超标100万倍，一直辐射污染水在，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注意日本嘛，那它掉一直流到海里面去，那所以就被全世界骂说你们在侮辱人类共同财产的海洋，所以那冬天的日本政府就很丢脸，所以他们要去把那股水堵起来。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去堵啊？他那个想法也都跟我们家庭主妇不是差那么多啊。他刚开始用什么？用那个旧报纸啊，用旧报纸一直去给他塞，但塞不成了。后来就用一个东西叫高分子新闻，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那就是尿片，就是卫生棉而已啊。他就去塞，但塞不成。后来他们就怎样了？后来果然搞了好几天，终于用一个叫液化玻璃哦，那去把它固化起来。后来那我们觉得好像还稍微懂一点，可真的是那也是没用，因为水比人还聪明哦。因为它整个福岛核业地下都是龟裂的，所以自己会找出口，那些水也都照常高污染100，不管你那个就是超标100万倍，它也是照常流到海里去了。因为他们自己会找出路，只是大家在镜头前看到说好像被堵住一样，那都是骗人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从那一天开始哦，就是三一开始到现在，每天日本福岛核一流到海里面去的高污染水哦，是那个每天至少他们自己承认的是600吨到700吨，那也是污染的很严重，而且他们都开始都给你申报一个很假，好像是比较低的值，结果都说后来过一阵子那个冬天都说到今年一月，他承认说他们至今所有值是少一个零哦，你知道在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你就发现少一个零、少两个零、少三个零的事什么都有。像他们前几天他们有一个，因为他们现在就说。你知道那个福岛核一是一个完全不适合盖核电厂的地方，它每天哦，就是在没有发生核灾，是每一天会涌进400吨的地下水，完全是一个海绵状态的那个，就很像台湾所有核电厂都盖在断层旁边一样，根本是不适合，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穷，当地有人愿意接受，他们就盖在那里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个地方根本水源电，它本来在灾前也是每天要吸那抽400-500吨的水出来，那现在那些水因为整个三个反应炉哦，跟那个一个燃料池，那现在每天都需要大量水进去冷却。那因为它所有的那个不只是那个炉芯，就是用那个燃料棒，它不只是那个龙尾。它甚至融出了，早就已经跑到那个微主体外，所以已经让我们就是歪勾起床完全乱不成形了。你像蛇或像什么，就已经掉到岩盘中了。那你只要水一靠进去，一进去给它冷却，一给它冲了之后，它就水就变成超级高污染水。那它现在也说要发明把那个水分离什么的机器，那机器也都技术也都没成功，都到说现在去年说到2015年会行，今年又说到2016年或许可以分离，所以他们现在丢到海里的水。大部分都是污染很严重的水，那还没关系。你知道他们现在每天要收300-400吨的水起来，所以每三天就要一个大的储水槽，1000吨的储水槽。那现在已经厂内已经有1000多的储水槽，预计到2015年大概有3000多的储水槽。那个储水槽非常巨大，所以它虽然福岛核是一个巨，你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它是很大面积非常大。可是到了2015年哦，就是明年哦，那就是已经就会全部都满了，整个厂里面都是桶子，那个大储水槽1000吨的。那问题那个储水槽，它每天在那高辐射水哦，那一天到晚就坏掉，常常会裂掉、坏掉、漏水啊。那上个礼拜他们是上礼拜他们就有一个水的那个栓忘记关了，那一下就漏100吨。好，没关系，他漏100吨是哦。现在大家要记得，因为我从来不用 PowerPoint， 是因为大家都讲一讲看 PowerPoint 看了以后没 point 哦，就忘记了，所以我就不用。那只要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就是每一公斤。超过100贝克就是低阶核废料。那所谓的贝克就是辐射物质的单位啊。那另外一个叫西佛，西佛是对人体的影响。那西佛是氮粉热说，那它每一
公斤100贝克啊，就是 DJ 核废料气的这个事，就他那个水啊，100吨漏出来，那漏出来的水你知道是多少吗？每一公斤是多少？每一公斤是2亿3000万贝克。但他每次哦、啊，就发现污水都在创人类史上的新纪录哦、啊，所以非常非常可怕。所以他这个前线是到现在、啊、完全没办法收拾，那前线一直不断在扩大。然后他们说啊，过2年会盖一个那个冰墙，把那地下水挡起来。对，那个冰墙大概也是不大可能。大家也说那技术有问题，而且你要维持那个冰墙，要只给它维持冻起来，然后把它冻起来嘛。那冻起来那个墙本身那个电费，它有没有几公里的电，2公里还3公里的一个冰墙？那它那个东西，你单单维持那个电费就需要一个原子炉的费，根本是整个都是很荒谬的。那所以在现场的人哦，就是说这完全是战争状态。可是你知道核灾发生的情况之后，就说你没办法投降，那战争敌人打过来你输了，我就常常说中国或北韩打。中国对台湾丢飞弹，你还可以投降。那个你要是发生核灾，你是没办法投降的，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状况。然后大家说福岛50勇士哦，什么壮士等等，其实当时是300多个人进去。那你知道，其实核灾是收拾不完的。那个连车呢，比现在现场也每天还4000个人在，就已经27年，已经27年嘞。现在今年是28年了，就还是要那个。5000个人在那边，就现在4000多个人在现场，去收拾。然后福岛核灾呢，现在福岛核一哦，它是每天是8000个人，一般3000个人，晚上少一点。那他们估计在1-2年就已经没有人手，可能要用征兵制了。你说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完全是一个无解的事情啊。然后这还无所谓，其实主要是还是伤到人跟土地跟空气哦，跟那个水。你要那个像。我们大家会看到那个三一哦，那个不是那种海啸，真的把整个海岸啊，有一个叫鹿前高田市，是整个都扫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像去年4月哦，我就去东北地区旅行一次嘛，那就我发现你很快啊，那个硬体一下就全部盖起来，要盖一个新的鱼市场、新的渔港啊，一下盖起来，给你抓到了一个超标，所以他们那时候超标就是那种。含的辐射锅要超标，他们就还送到韩国去，再从韩国转，假装是韩国产的，再回销日本。那是韩国被抓到，日本政府自己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像灾后，我刚才说100贝克是低阶核废料，灾后哦就一直，他就赶快用一个说500贝克，然后放松，让那个福岛地区产的这些超标东西都可以销到全日本，就是每个人都去多吃一点辐射，那样子就平均吃一点辐射。那那是因为那样政府就不用赔，然后也不用承认自己推进核电的错误。那所以我们那500贝克那个本来是核战失败哦，就说一个礼拜，就是啊，要是一个礼拜你没吃东西会死掉，所以就才一个500贝克的基准。可是他居然已经用了1年，我们有1年多，到2012年4月，我们都在吃比核废料多好几倍的。砸好几倍脏的东西，所以你看，连日本这么一个合法地方都是这样，那更不要说，你知道，像所谓的那个辐射管理区域哦，就是医院里面的 X 光室哦，它是每平方公尺如果超过4000贝克，就叫做那个辐射管理地区哦。那辐射管理地区是，就是说像 X 光室哦，那小孩子不能进去，那大人进去在里面也不能喝水，不能讲话。那你进去出来的时候，不能把里面的东西辐射物质带出来嘛？那你要是手上不小心沾到一点辐射物质出来的时候，你要把它洗掉，然后去照一照，哦，你现在没有辐射，你可以离开，不可以把辐射污染辐射物质带出辐射污染区。然后要是没照，你还用热水再冲一次，哦，还是有，那不行，你就再去用热水把你的手洗到脱皮。然后你没有辐射物质，你可以出去。可是你知道福岛哦，还福岛县还有福岛周边地区哦，他们就是你知道是多少层，就是有60万贝克，大部分地方都是几万贝克，非常肮脏。然后里面生产东西怎么能吃呢？可是政府就用一个很宽松的标准，让它可以销到全日本去。然后像他现在看，从外国人来看，觉得就日本政府一直在杀人嘛，就是那种地区早就应该全部要放空。所以他们就做不到，他在那福岛是占日本的3%啊，超200万人口。然后他们现在呢，到底现在就是还是30几万人在那个在避难，那政府有贴补的，就是10几万人。然后另外他小孩子到现在呢，他们有30万个小孩，可是他们规定啊，你知道日本在灾后他规定只有他指定的
医疗团队，一个辅导医科大学的医疗团队的十九个人才可以去检查那个辅导人的健康。所以那个小孩，你看，那小孩到现在为止已经三年，他们只检查了25万人哦，这25万人到现在政府公布的就已经75个人罹患甲状腺癌哦。那其实当然因为核灾后辐射的伤害哦，你可能还会得到白血癌啦、骨癌啦，或是射物腺癌啦、肝癌啦、那个乳癌啦、子宫癌、齿癌啦等等哦，会得到癌症。可是那会是比较多年，5年、10年、15年以后才发病的话，他们当然完全不认账。可是只有甲状腺癌，因为它是那种急性的放射性点，很在短期间内大量辐射才会得到。那个是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唯一承认的。那他们日本在灾前，他们是100万个人，要嘛你要知道日本人很爱吃海带啊、海藻那些东西，所以他们不大会得甲状腺癌。小孩子是100万个，才1到2个人会得。可他们现在突然哦，25万个就75个人，所以算起来就是100万人就是300个人得到，是平时的100倍到200倍以上。可是政府还说啊，这些小孩大概是灾前因为什么缘故所以得到。所以你说他们什么样的人都会说，都什么话说出来，连一些有夫和妻的人都会说啊，那个车祸里不过就是几个小孩得到甲状腺癌嘛，那几个是几千个啦哦。然后他们就说那是这样得到甲状腺癌，而甲状腺癌不是没有死亡率，而小孩子得甲状腺癌是很悲哀的事情，他也是一辈子要守着这个秘密，否则人家不敢跟你结婚生子啊，就知道你是被迫过的。而且你要一辈子都要服用甲状腺素，你要是甲状腺素断了也会死掉的。而且这是现在才开始，因为根据车祸比的经验，小孩子得癌甲状腺癌是3年到5年的时候最多，然后那时候整个都在开，到处在开甲状腺的手术。然后大人也不是不会得，人数也不会比小孩小，可能他是5年到8年的时候最多。所以辅导和在产中是现在才要开始。